呀，书房，书房，那里的两箱宋版书啊，是我要送给您的将军的，先搬出来，快！哎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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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钱师爷，哎呀，您看，您看，哎呀，你看这多不好啊！钱师爷啊，我自己能行，何必劳驾弟兄们呢？你看这，把这儿的东西都搬到府台衙门去，好生看管，一律充公。哎哎哎！哎，这是干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为什么呀？哎，啊！我说，钱师爷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去问巡抚大人吧，我只是奉命行事。哎呀，天杀的呀！来抢道啊！天杀的呀！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哎，钱师爷，我是朝廷的四品命官，你凭什么抄我的家呀？哎呀！这是四个四品命官的顶戴花翎。我说你们，哎呀，你们不能这样，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是，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要找皇上去。这，哎呀，别哭了。好几个田文镜啊，被叫，我要去找田文镜去。快！在城内的官绅们什么时候能请到堤上来？回大人，已经去请了。你还真去请啊？你到这儿白就请客？是。朝廷的旨意在河南试行官绅一体当差，告示都贴出去这么久了，置若罔闻。去，把差役们都给我派出去，一个一个抓到堤上来修堤。这，中丞，像张阁老、周家、王家都是朝廷退休的一品大员、二品官员家。这样子不好办吧？那我只知道皇上的圣旨，不知道什么一品二品。张阁老年岁大了，他的儿子呢，不能来。去，都给我抓来。这。田大人，田大人。我犯了哪条王法？你不但摘了我的顶子，还抄了我的家，你也太飞扬跋扈了。我们都是同僚啊。你现在已经不是道台，没有权利跟我这么说话，待在家里去听参吧。参？你没有权利参我，我是严大将军绑子官。那我就连年羹尧一起参。你，难怪人家说年选年选。忠臣大人，干你们的事去。谁求情，我就参谁。哎，你们，哎，田大人，门口有人要见您。我说过了，谁都不许求情，谁求情我就参谁。朕来求情呢，行不行啊？好个八面威风的河南巡抚啊，见了朕也不下跪吗？皇上，皇上，起来吧。这太意外了。这几天我一直留意底报，昨儿个还听说皇上的銮驾还在山东，怎么今天就……你就是那个不在河堤上当差，忙着给自己搬家的河道？回皇上，奴才家的地势低呀。你不是要参他吗？朕现在就给你批了。这，听见了没有？还不快滚！哎呦，谢皇上，谢皇上。武明，咱们可不是头一次见面了。您就是皇上，这两天奴才看您在大堤上走来走去的，全怪奴才这双眼长在屁股上了。什么？皇上已经来两天了？你呀，我看你这个眼睛啊也长到屁股上去了。能不能给弄点吃的？我们可都饿坏了。好，武明，快去吧。不过县城离这这么远，什么也不方便呀。好了好了，你平常不吃饭吗？谁让你准备八珍席来着？随便搞点热的烫的就成啊。好，快去快去。快去。皇上，
皇上，您不能在这儿，臣马上护送您回城。不了，朕的豫州还有从洛阳调来的30艘官船马上就到，朕还得连夜赶着走啊。哦，这么急呀？你这里的情况朕都知道了，只是有个人朕想见上一见。谁？吴先生。这来人，4条驿道同时去追，一定要把吴先生追回来。这不用追了，追也追不上了。皇上，这吴先生他当年朕在前敌的时候认识他的，哎，不谈他了。你消瘦多了，朕知道你半差尽心，自从上任以来没有吃过一顿安稳饭，睡过一个囫囵觉，朕也心疼你啊。只是河南这个地方太重要，又那么穷，哎，一条黄河就够你受累了，但是更要紧的是吏治，吏治不清，政令不畅，那什么也谈不上。你像王家琪这样的官员，除了摘他的顶子、抄他的家，都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处置他。朕在你这儿先实行官绅一体当差，然后呢还要实行官绅一体纳粮，你得拿出点雷霆手段来，不要怕得罪人，天塌下来有朕给你顶着。像开封城里的张阁老，名下居然挂了4000多顷佃户的田土，佃户白向他交租，他却不向国家交税，民贫国弱，发财的是他们。要动手啊，就拿这种人开刀。皇上放心，文静心里从来只有2头，上头是皇上，下头是百姓。对那些坑害国民没心没肺的东西，臣不会手软。嗯，好，朕知道，朕知道。皇上，您的船来了。皇上，李威送来了折子。嗯，爷，哥，主子，奴才遇到麻烦了。主子叫奴才把人头税摊到田里去，那些有田的大户像挖了祖坟似的，他们顶着不交，衙门里的官也吃里扒外，和他们串通一气，对奴才当面呵呵笑，脚底下却使绊子。奴才叫他们出告示，他们出的告示连奴才都听不懂，收的税还是人头税，把奴才恨得牙痒痒。这几天奴才正在想法子，不出骑兵是打不过这些狗娘养的，就是怕事情做得怪，他们又告奴才的状。告诉李卫，让他放开手去干，状告上来朕会替他做主。这明天一早用400粒加急发给李卫。这另外告诉他们，朕明天上午上岸换马从陆路走，官船依然摆着銮驾，顺水南行。这皇上，油茶来了，油茶来了，当地特产的。哦，皇上尝尝。嗯，不错啊。嗯，好，朕先走了。不要这个样子。哎，皇上。
给朕上折子。啊，这皇上，夫为伏羲，社稷，神农教民稼穑，舜成尧德，文王赵义，天道乃彰，伦常始立。接着念，夫为伏羲，社稷，神农教民稼穑。二位先生，请请请请，哎呀，请二位先生，请问二位先生，砍墨是要买字画？先看看，合适了便买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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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管看，只管看。哎，能不能借个座，让我们爷歇个脚？好，好，好，请，请坐啊！哎，先生，请坐，请坐呀！好，他请坐。请，爷爷的，哎，让他看，咱们先聊聊。哎，好，聊聊聊聊。哎，老先生是首次来南京啊？啊，十几年前来过呀。啊，故地重游，实在难得，实在难得。听说你们这儿来了个新巡抚啊？叫什么？他叫李卫。啊。他官声还好吧？哟，说不上来，说不上来啊。只听说他是当今皇上在前敌时的奴才。哎呀，实在是太年轻了。哎呀，斗大的字也认不得一担呐、啊。乃彰长伦始立，夫为伏羲社。哎。这是第几稿了？回中丞，这已经是第七稿了。我说你们能不能找个会说人话的来写啊？大人，何出言而不逊也？鄙人写的句句是圣人之言，何谓不是人话也？是人话，为什么贴出去老百姓都看不懂啊？我说你不是人话，还是对你客气了。你写的都是他妈的屁话！这大，别打了，卷铺盖卷滚蛋吧！这你，忠诚，朝廷设官吏司墓地方，谆谆告诫以圣道教化百姓。对读书人，咱们应该礼敬才是。你当我没见过读书人？大人出身前敌，自然知书明理。好你个狗娘养的，欺负老子没读过书，我就不信了。离开了你们这帮文人，本大人连张告示都出不来。来啊，在，去，把街上的什么卖字画的、测字的、算命先生。代写书信的全都给我叫到这儿来。这
他贪污钱财？哎呀，说不上来。那怎么能说他是为皇上到这儿来搜刮钱财来着呢？我有几个朋友啊，在衙门里头当差，都这样说。他一来呀、就抄了曹府、李府，还有啊好几个官宦的家呀，那银子啊一车一车的就往京里运呐、听说呀有上千万。我也听说了，那钱呢，是运往西北做军饷用的。哎呀，这西北打仗关我们江苏什么事儿啊？如今又听说呀，他又要我们江苏试行什么摊丁入亩，这每亩田呐、要增加2000银子的税呀、哎呀，江苏的士绅们哪个是没有背景的呀？正商量着和他顶着干呢。把摊子收了，我们走一趟。为什么呀？我可没干什么违法的事情啊。谁说你违法了？是咱们巡抚李大人请你走一趟。请我？我不认识他呀。别啰嗦了啊，赶快收拾收拾，跟我们走。好的，快点走。还有你，还有你，我怎么了？收拾了，一块走。我没做什么呀。走。快，搬这儿来，放下。哎呀，不知道，看吧。辛苦大人，辛苦大人，辛苦啊！坐。哎呀，谢大人。今天本大人请你们来，是想让你们替我写告示。当然了，耽误了各位的功夫，本大人自有酬劳。我都打听了，你们代写一封书信是10文钱，写一幅字儿、测个字儿也是10文。今天本大人加倍，写一张告示，20文。20文？请问大人是用7言诗句还是用4-6骈文呢？要写的是什么内容？请大人吩咐。是啊，这个用不着你们操心了，我念，你们写。大人，写什么呀？对呀，写什么呢？你们都听了。写啊！你们怎么都不写啊？大人，您还没念呢。我刚才已经念了。你们都听了。你写啊！写呀！大人，是不是写？你们都听了这句话呀？是啊，写，你们都听好，本大人奉皇上的旨意，免了江苏百姓的人头税。从本告示张贴之日起，不管你家里有多少人，每人每年2000银子的丁税都不交了。那么这2000银子的丁税到哪里去了呢？都到田里去了。以后每亩田加收2000银子的税，田多的多交，田少的少交，没田的就不交了。这就叫摊丁入亩。本大人知道，这样一来，那些田多的就会不高兴，就会变着法的不交我这个税。那好啊，咱们就斗斗看。你们有田，老子有权；你们有银，老子有兵。
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。这儿，你们种了皇上的田土，岂有不纳税的道理？你们不纳税，朝廷拿什么来治国，拿什么来养兵？从明天起，你们给老子都到衙门里登记，把税如实的交上来。有不来交税的，老子就把朝廷养的兵和差役都派到你们家里去吃饭。啊，一天不交，派十个人去吃。十天不交，派100个人去吃啊！吃到你们交了税为止。招呼打了，你们好自为之。江苏巡抚李，哎，走，这边，走啊，来过来，哎。来来，打起来了！纷纷扭雪橇，粒粒炼花刀。今天不把别来标，唱一段韩流主播心正好，心正好。好，就这样，接着唱。哎，纷纷扭雪橇，粒粒炼花刀。今天不把别来标，唱一段寒流入目心正好，心正好。哎，纷纷流雪飞，粒粒炼花烙。今天不把别的标，唱一段寒流入目心正好，心正好。北边有个李阿狗，一分田地都没有，打工赚来几吊钱，讨个老婆黑又丑，黑又丑也喜欢。传宗接代有把手，头一年生了一个大胖小，第二年一个胖小又出生，第三年第四年叽里咕噜放着屁的又有两个小子出了生。别看穿的穿棉袄，五个儿子满地跑，没有钱生那么多儿子干什么呀？是是哎，问得好，问得妙，问得阿狗发了愁，没吃没穿管他娘，为了人头税都没法交，一个儿子2000银，五个一两上哪儿找？穷的穷，富的富，空了大清的国库，西北打仗无兵饷，黄河发水难救助，雍正爷着了急，一道圣旨到江苏，免了百姓人头税，而且税银田里出。要问这是什么法？这叫做摊丁税入田亩，摊丁税入田亩。你也去洗把脸，净净手，随朕到大殿拜拜佛去。皇上，臣不去。臣请皇上也不要去。哦，为什么呀？皇上是现在佛，现在佛不拜过去佛。那你为什么不拜啊？啊？你也是现在佛吗？臣天天拜着现在佛，因此不拜过去佛。你知道什么是佛吗？知道。慈悲为怀是佛，普度众生是佛，救苦救难是佛。皇上时时以天下苍生为念，如今又推行了官绅一体当差、一体纳粮和摊丁入亩，这就是大佛法。因此皇上是不折不扣的现在佛。你懂什么呀，在这儿妄谈佛法。朕推行新政，行的是圣人之道，而不是佛法。什么是佛呀？来，朕给你们说说。这
有个人呐，潜心拜佛，天天在南海的普陀寺烧香祈祷啊，渴望着能够见上观音菩萨一面。这一天呢，观音菩萨终于显身了。那个人呢，高兴得不得了啊，磕了无数个头。突然呢，他就发出了一个奇怪的念头。他问观音菩萨：“菩萨，你也拜佛吗？”菩萨答道：“当然拜啊。”那个人又问了：“您拜的是哪尊佛呀？”观音答道：“观音菩萨。”那个人就糊涂了：“您自己不就是观音菩萨吗？”观音笑着答道：“是啊，求人不如求己呀。”一个人呢，跪在佛前，他拜的不是那尊泥胎，拜的都是他自己，是他自己心中的那尊佛。因此啊，如来在菩提树下参悟正果之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。”就是这个道理啊。证得了，臣证得了。说来听听。比方说李卫，他叫别人出告示，一连出了七张都没用，最后自己出了一张，就大大的管用了。这不是皇上说的，求人不如求己啊。贫嘴，走，陪朕拜佛去吧。这，黄大人，你为这么干，是要把我们江苏的士绅往绝路上逼呀？是，您是我们的老父母了，您得说话呀。是啊，黄大人，您得替我们说话，替我们做主啊。你们江苏不是有很多人在京城里做官吗？让他们说话，不比我们在这里说更有利？我们的意思是，江苏的兵丁都是黄大人管，只要黄大人您不派兵，那李卫也就难办了。是啊，那好吗？这是我们江苏的士绅犒劳黄大人手下弟兄们的，请黄大人笑纳。怎么好，又叫你们破费了？兵我可以不派，但总得有个理由。我们已经想好了，就是明天一早我们把田都卖了。把田都卖了？对对对。可恶，这些个士绅一个个都该杀。要不要即刻奏告皇上？不要急，李卫会有办法的。哼，早不卖晚不卖，偏偏这个时候卖起田来了。啊，诸位，你们有谁见过这么多人同时卖这么多田呢？啊，和老子来这套。黄大人，属下在。聂司衙门的人都派出去了吗？回中城没有。为什么？属下不能这样做。哦，田土买卖期间是不能交税的，必须买卖完了才能向田主追税，这是朝廷的制度。这个时候属下派兵丁差役去追税，万一激出民变，属下无法向朝廷交代。你对我负责，我对朝廷负责。
什么时候让你向朝廷交代了？我让你派兵就派兵，哪那么多啰嗦？不错，大人是属下的上司，可属下不是大人的命官，是朝廷的命官，属下得按朝廷的制度办事。混账！黄大人有黄大人的苦衷，忠诚也有忠诚的难处。皇上叫咱们试行摊丁入亩的新政，忠诚也是遵旨行事。不过既是试行嘛，我们也试了，可行不通啊，那也就怪不得我们了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是。忠诚啊，我看是不是这样，把实情向皇上奏明，就说新政虽好，无奈时机还不成熟。皇上大人言言有理，请忠臣大人三思啊。其实我也知道这事儿难办，既然大家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给皇上上个折子，把实情向皇上奏明，等御批下来咱们大家再商量。忠臣大人从善如流，属下不胜感佩。不胜感佩。属下刚才出言过激，顶撞了忠臣，还望忠臣大人海量。哎，不说了。这牙齿跟舌头还有相撞的时候，在一起共事嘛，哪有不争个一两句的？黄大人，追税的事儿，不办了。哎呀，忠臣大人英明啊！忠臣大人太英明了。哎，我听说镇江那案子前几天又闹凶了，你辛苦的，亲自查访一下。怎么着，这你也不愿意去了？哪里，这是属下分内之事，当然去。我也累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范太大人，我总怀疑事情没有这么简单，这个时候派我到镇江去查案子，会不会背后又搞什么鬼？你放心去吧，有什么事我会立刻派人告诉你。哎，里边有人吗？拜见忠诚大人。免了。你们黄伦黄大人呢？回忠诚大人，我们黄大人今儿一早就到镇江查案去了。本忠诚有几个案子要在你们这儿核查一下，你们把黄伦黄大人上任以来所办过的案卷都拿出来我看看。这点钱。就这点儿，没你们的事了，到外边候着去吧。这。细的查，凡是有疑点的案子全都给我挑出。老爷，民妇冤枉，你一定替我做主啊！老爷，我冤枉啊！
禀大人，就是这件。刘王氏，李大人问你的案子来了。没用的，我认了，我不翻案，我不翻案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告诉他，是，这是本省巡抚李大人，是我们江苏最大的官儿。官官相护，没用的，没用的。你先出去吧。是，我同他说。我看了你的案卷，我知道你有冤情，也知道黄伦在审理你的案子的时候做了手脚。我想替你伸冤，想替你死去的公公和儿子报仇，就不知道你自己愿意不愿意。你为什么要替我伸冤？这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明着告诉你吧，老子跟黄伦有仇，就是想借你这冤案整倒了他。你要是愿意的话，这么着，你就翻案，我替你做主。你报了仇，我也出了口恶气，怎么样？民妇有冤枉，求今天大老爷替民妇做主，求今天大老爷替民妇伸冤呢。好，来说。老爷，民妇的命好苦啊。快，你把那个程僧给我抓过来。是。你们俩把藩台和在省的道员全都给我叫来，就说老子请他们审一桩冤案。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！来了，开门！快点，快开呀！程僧在哪？在那儿。走，走。各位大人，你们家老爷呢？这边请。走。快点，请。别这磨蹭。老爷，老爷，来客人了。不是来抓人吗？怎么不动手啊？哼，拿去给弟兄们买点酒喝。怎么好意思又拿程大人的赏啊？啊，请走吧。大人找您有急事。大人，
什么案子啊？听说跟黄大人有关，忠诚大人呢？等一会儿大人就知道了。升堂！哎，王侯站，王侯站，审官来，王侯站，别急别急，王侯站，往后站，别急别急，王侯站。起来吧。